欧洲布丁在今晚。我们今天要来挑战一下我的紫变之路，现在开始刷紫色，疯狂的刷紫色，不要停。正确，929，完美的一分钟，准备了，紫变，我还你原神 ，Go！没关系，我们35天后再见啦。啊，好吧，做事。喂，没事没事。哎，看我怎么隐身了、啊？我怎么隐身了、啊？那我引导哎。宙斯，还没下课。等一下，你们先别急。还有，你们以为紫变就是结束了吗？啊，你们是不是以为紫变就结束了？我看妖精好爽哦，爽剁哎！那我黑妖怎么被剁得那么惨？远晕啊，想跑，跑哪去？你们想跑？他妈冲晕你！你跑得掉妖精的怀抱啊？跑离我的怀抱！你看他好猛，他是有精准，是有精准。你看他好痛哦！干妈远晕你，晕到了妈！干你精准，我错了。哎、欸，为什么我的妖精玩起来跟金旋风差那么多、啊？为什么金变跟我这次差那么多啊？我怎么不懂？完了，我发觉这年头没有精准的妖精真是垃圾。林北买不起精准啊！这年头没有精准的妖精，因为林北买不起精准，可以吧？一定要我把真相说出来，你们才爽。这年头没有，因为我没有精准。法律有规定，拿弓一定要学佛吗？没有精准的妖精真是垃圾。劝远晕是不是啊？劝冲晕。现冲晕是不是还想跑？我绑你，我绑到了，那是跑，跑，妈远晕你！干好痛，谁打我？干好痛，妈谁冲？我又被强晕了、欸。为什么同样是妖精玩起来感觉差那么多啊？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哪里出问题啊？是干嘛？你们欠绑是不是？欠晕是不是？欠晕是不是？干对不起啊！我错了，你不要再精英我了。F 唯一悲情台，紫变失败，制作也失败，冲装也失败，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是成功的。米格鲁啊，跑米格鲁，达成队长啊 ，easy 啊，我本来就队长。还有谁？还有谁？又死了？还有谁？我就问，还有谁？我看我有没有机会到四团长啊？我想要变四团长啊！我今天就算没紫变，我也要变个看起来像紫变的人东西。我们的 KPI 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上四团长，那就够了。我们的人生不求大志啊，我们只希望能够四团长。这么个妖精没有到四团长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是非常之可耻的事情。记得这点就好了。死去，我的存在就是平衡啊，懂吗？还敢来，妈死去！抱大腿，大腿抱起来，前晕了，死去！干、欸，我好像被射了，我好像被喷了，痛啊！干、欸，好痛哦、啊！什么东西那么痛？干，不要喷我，你们喷错人了！啊，你们欠晕啊，欠晕是不是？跑，死去！隐身嘞，静悄悄啊，静悄悄的出现在他们身后，吓死他们！哎、欸，干，我怎么剩我一个了？那怎么送？哎、欸，人呢、欸？他们不会船走了吧？干，为什么我没船？为什么？为什么我要隐身？干，解释一下，刚刚什么情况？人不见了，这是什么情况？刚刚怎么了？我们压力没有很大，我现在只是一切都是正常的。他想跑，要死去？哎呀，不小心了。谁说攻击力100就杀不死人？你自己去问月光，月光是不是死好死满啊？是不是啊？月光，我现在我没有远攻图鉴，也没有远攻收集品了、啊，还不是玩得很爽？不一定要远攻啊，远攻只是干嘛？远攻只是辅助啊。你攻击力90，攻击力80一样可以玩妖精，没有人说不行啊。妈欠晕啊啊！欠晕才想跑，欠绑是不是？啊、我就晕你。哦，干掉咯，干掉咯，看来今天蚂蚁有望哦，蚂蚁有希望咯。去看魔用不完呢、欸，妈的，妖精魔用不完呢、欸。师团长，
即将晋级，各位观众，红遍妖精台即将蜕变为师团长。欠晕了啊，晕到了哈，拜，师团长诞生，等等，不会降级啦，不会降级，哇，好帅，哇，这我也想要这个红遍，我也想要这个红遍，怎么办？没有，我很冷静啊，我很冷静，我非常冷静。来，我聊天室，对不起，刚刚聊天室没有注意在看你们，我刚刚不小心杀红眼了，没有在看你们聊天。你们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问了？在师团长面前，你想怎样？卖照 ，hold on no 卖照啊 ，hold on， 哎呀，不，我错了，不要，等，停，六。我第几名？十七名，看到没有？十七名是什么奖励？哦，祝福点头一张，可以，好像可以哦。这个厉害哦，这个猛哦，这个猛哦，欠绑是不是？绑到，死去！妞妞，妈欠晕，晕到，死去！我感觉我有机会前十哦。干，我怎么变二十了？妈的，我一直在杀人，结果我变二十。哎，这个排行榜是不是坏了？这是不是坏掉了？啊，六安王，六安王在我们这边。自以为六安王啊啊！六安王照剁，是不是欠远晕的 啊？是不是欠远晕？死去！妈，你是不是欠晕的、啊？海啸，海啸，我要知道，我是不是吃了什么药？不管我吃了什么，都给你们来一点，对不对？啊，死去！哇，杀一个两百，好爽哦、啊！No， 妈的 ，fuck， no， 赶快订阅我，对，订阅，没错，我现在只听得到订阅的声音，我是被附身吗？甜甜，我没有被附身，我现在不知道我在干嘛，我已经失控了，今天的我没有极限，妈，欠放招，你们转了妖精之后，你们打阵营战不会变这个样，不会变这副模样吗？你们想想，玩黑妖，玩龙斗，玩骑士。玩黑骑士阵营战被欺压这么久了，今天有机会让你玩到妖精，又这么嗨，难道你们在聊天室语音群里面，你们不会发疯吗？不会在你们不会跟你们的盟友联盟群里面在那边鬼吼鬼叫说干爽杀射我冲晕，不会吗？会吧，应该会吧，应该不是只有我是特例吧？二十三名啊，第一名是谁？自己自首。欸，杀虫的这个很强欸，帅气军团长还可以第二名，杀虫可以有这么强。好啦，结束，谢谢各位。杜甫卷轴三色币又有，欸，有没有五万？快被这有没有可能五万？有可能吗？两千，杜甫卷轴一张。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下一趴做什么。好，宝宝各转卡一次，我确认一下。八，我现在可是宝宝卡转的好像没有什么 CP 值。重新抽取，给一个没有的卡池哦，有很多很多很多，有青蛙，有乌鸦哦，很多，还有那个红的，不要给我重复，不要给我重复，不，垃圾吸血鬼，有乌鸦，好，有乌鸦，有啊，做两只，做两只，拜托。各位观众，下一趴 TJ 卷盒子娃第二子啊，爽了没？不让我开卡池，你不给我开卡池，我就盒给你看。不给我开啊，你就不要给我开，没关系啊，我无所谓啊，我合成啊，没什么损失嘛，累积保底经验嘛。你让我失败二十次，我就保底止变了，我就看你有没有二十年 TJ。我们这跟你讲，人人只要坚持二十年，人人都止变。因为你有二十次 TJ 可以喝，二十次啊，各位，这游戏啊，二十年不倒，人人都止变，没有街上没有红变，只要你坚持，没有啦，好啦，开始啦，我们做效果啊，效果刚刚嘿啦，效果啦。大家好，我是丁丁，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帮我点个订阅，点个喜欢，并且分享出去，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